日韩善美吗？谁？就那个很神秘在做房地产的，他回来了。他现在跟王林很好，我怀疑他想要抢朱伟这个位子。我说你们真是够了，燕之都要去美国，多花点心思在他身上吧。还不够花心思啊，他都考上耶鲁了。这你真的不穿啊？永真兄啊，上回您到我府上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芥末人生》那本书，有吗？还记得吗？不知道您拜读了没有？这个是小弟呕心沥血之作了，不知道我们这个机会可以上您的节目来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下这个创作的过程呢？不行，这太没骨气了。永真兄啊，这是上回您到我府上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芥末人生》，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是这样的，我有这个机会。天成集团 CEO， 你认识啊？我看到这女的跟范永成在停车场。来，欢迎，请进啊！有，随时可以让您睡。这个也太好了。